点吗？哎、欸，各位，我在这边有点小状况，真的是很差，我也不是很受不了，所以我决定要支持他，因为他真的太叫人惊天霹雳了，怎么有办法？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可以叫成这样是怎样啊？半夜两点，在我准备搬走的前夕，我一定要给他一个警告，真的是快受不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鼓起我人生最后一次勇气 ，Go。他可能都看到吧，我马上冲过去按电铃，我真的是快受不了。就按完电铃之后呢，他们继续依然激战到底，然后真的是太吵了吧。到底是怎样啊？他要么就是半夜两点，要么就是凌晨六点。到底是女生演戏吗？我觉得他那个叫声简直就是演戏，就是可能是我不懂。好，是我问题，我快受不了。我觉得你家附近，或者是说你家隔壁，是不是也是这么吵？我也要即将要搬离这里，我应该也遇不到了，不然我实在是下次真的很想报警。我被他成凌虐了，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。我刚刚已经尝试了鼓起我毕生最大的勇气给他按电铃，但是我发现按电铃是没有办法的。有啊，他叫的时间有偏短了，但是他前面已经劳我清梦劳超久，我好不容易睡着，结果他就又鬼叫，而且他那叫声情境到是就跟那个丧尸一样，他不但丧尸加上 AV 女优，20分钟都不会停。你知道是一个闹钟叫不醒的人，我居然可以被大声叫醒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不要脸的人，我们也拿他没辙，按了电铃也是没什么屁用，所以我觉得下次应该报警。报警的话有用吗？我绝对不相信这件事情只有我被老人亲梦，所以我决定我要采访我们共同的邻居。我想问一件事，我有听到，我都差不多是在早上6点或者是半夜2点。你声音很大吗？蛮大的。那一天半夜2点的时候，我去按电梯，然后我有听到你的那个音乐超大声，但是他好像也都无所谓，还特别安慰你。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看 A 片，可是后来发现，我之前也以为他在看 A 片。后来我有看到女生，反正我是上次有按电梯。你应该直接拍我。我有拍，我有拍过没？我有拍，然后呢？还是继续讲。拍不行。好吧，我不打扰你，先回去好了。好，拜拜。所以我已经访问了我的邻居，连我的邻居也都这么认为。这种时间也就算了，我们暗恋也是，就是我们的问题。虽然大家都是清晨比较高涨，跟那个半夜睡前会撩拨，但可以控制一下，不要2点，你可以12点，好不好？你可以12点跟早上8点，至少睡饱，我们睡饱了，不会觉得睡不饱，然后送到那么远。